你今天升级班嘞？升学了没有啊？就是我要放下来。升学跟升级班，谢谢。虽然我听不懂，应该是祝福我的。对，生日快乐。升学跟升级班，谢谢。谁都没去啊！我大家好，我是英子，今天我过生日，然后在这里找个吃饭的地方，我觉得太不容易了。师傅和艾拉、艾皮他们还没到，我一个人出来先找的饭店，要不然的话，真的是晚上都没饭吃的。师傅也还没来，艾拉拉也没来，艾皮他们都没来，然后邱大哥还有他们那个。老挝的小美女们也还没来，我在这里要等候一下他们。真的，你这地方找了半天呢。对，等了我们两个。我还怕你们都找不来哟，我来这里都找了好久。看看，听说你今天过生日，妈妈还是个蛋糕啊。祝生日快乐！谢谢。等一下回家还有惊喜。还有惊喜啊？还有什么惊喜哦？等一下回去再说。不会又是榴莲吧？看来榴莲要吃饱了呀。在哪里？现在邱大哥他们还没来吧？没来。我妹子你发了他没有？发了他。发了呀。那我们就在这里等一下。先坐。你是怎样找到这边的、啊？不错哎。手机上找啊。手机上找啊。对呀、啊。那离我们住的地方有点远。算很远，一点公里吧，两公里。我反正开个车。我跟他打车过来都花了我十几块钱。十几块钱很远了，这起步价多少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是十九块钱妥妥的。早知道我来接你们，省了十九块。不是，这个东西，你生日是吧？我们也是说特意去整一个蛋糕来给你庆祝庆祝，好吧？所以即使来接的话，艾拉拉也不会那里。就是给你一个惊喜。哎呀，谢谢。是吧？啊。谢谢我们妈哥呀！等一下，人家又说我们怎么样的，我都怕了，现在真的。不要怕。一下子又说这个，一下子又说那个，真的。英子，问你个事，我表弟这段时间你是改变了没有？改变很多。改变很多啊，确实改变很多。真的改变，从我们的言行呢，还有举止这些，真的改变很多。对、啊。但是我要批评你一下，现在没远啊，还是有点难。咱们再把这个眼里有佛改变一下的话，那我表弟就已经是成长成真正的男子汉了。那今天来这里没佛呀、啊？来这边也没佛呀、啊。我是说，知道吧？这里是没佛啊，知道吧？回去的时候我告诉你，下次。看到我垃圾桶里满了，你赶紧冲掉，拿出去啊！地脏了，赶紧给我拖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好啊，有没有信心把这个改好了？有啊，这就叫成长，不叫改，是不是？慢慢的成长哈。啊，慢慢成长。嗯，好了。那咱要吃的时候再打开吧。哎，好。上次还是挺快的。สวัสดีค่ะน้องอยากถามน้องสวยไหมคะถ้าสวยนะคะช่วยบอกมาให้น้องรู้หน่อยน้องอยู่คนเดียวไม่มีแฟนกับเขาสักหน่อยมันเงามันงอยยังไม่เข้าใจยังไงไม่รู้หน้าตาอย่างน้องพอจะมีแฟนได้ไหมคะถ้าได้นะคะช่วยบอกมาให้น้องรับรู้ก่อนที่จริงน้องคนนี้อยากมีเนื้อคู่跟我们那边订餐不一样，他要先来订好，说几点钟上菜，他们几点钟咕噜咕噜咕噜全部上好了。我还以为要一个一个炒上呢，我说是先上，然后邱大哥他们还在路上，我们就先等待了。嗨，邱大哥，嗨，哦，邱大哥，刘哥，久等了，不好意思，没有，来来来，不好意思啊，等了久了，没有，英子不好意思，我们来的晚。路边上都可以停车的。快开车！哎，你好，嗨。你好。问一下老板吧，在哪里停吧？是啊。他说外面都可以停，这边停。这边停不可以。这边不可以。哎，这个。我怎么没看到你？
们先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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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先坐。啊，我这几个朋友嘛，单独招待。哦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一起啊，一起。我这几个没干来。一起，一起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对对，加凳子吧。啊，加凳子，挤一下。一起能坐得下？挤一下，挤一下，加凳子啊。正好可以。没事，没事啊。哎，坐，哎。这里几个挤挤啊，挤挤啊，热闹就好，不知道你们会来啊，先坐，有空坐，今天你，坐，安排方便，今天这几个小女孩啊，长得昨天是个越来越漂亮了。可以化妆的要过来是吧？啊，那肯定要。那么挤啊！来吧，就这些人呗。啊，大家不会在睡觉吧？哎呀，怎么少了一个人呢？换人了。差点把这个金牌翻译给。我给你们放在家里，把你丢家里了。哎，我在想放在家里啊。不是啊，你家里就坐旁边，这里大成，你管吗？我就坐旁边。喝不完就喝半瓶也行嘛。啊，喝半瓶也行嘛，喝半瓶没事，少喝一点。人喝多少？两个人喝一瓶。今天难得放假，好。啊，两个人喝一瓶，两个人喝一瓶 OK 吧？ OK。把他们转上去。你和那个大成，你问那两个人喝一瓶 OK 不 OK？今天啊，那些女孩子难得今天是放假，所以说也要他们喝点八加一，高兴高兴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两个人喝一个 ，OK 吗？为什么你明俊？我这车你没开车。就是说，你看，只能一个人不能喝酒，不然我怎么回家啊？你要开车是吗？我没开车。那你拿酒。来，把酒上。坐。谢，我开车。谢谢。啊，酒别开车，我开车。这他们是另外一行的。我用这个。啊，你用那个。一样的，准备重做。谢。哦，英子，生日快乐！谢谢，生日快乐。年年十八，貌美如花。年年十八，貌美如花。对，吃吧，啊！十八，怎么了？哦，看看，夹菜吃哈。小美女们，吃，听得懂不？听得懂，老能英文。哈哈哈哈哈。到底老能英文？那个，啊，我。谢谢。嗯，还是。如果他们唱个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来来，我也赞同啊。等一下。先吃菜。夹菜。先吃了菜，等一下再来喝吧。先吃哈。这个是这边的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。来敬一下各位，有幸来到这边，你们给我捧场，过一个难忘的生日。谢谢，英子客气了，英子客气，谢谢你们哈，感谢。再次祝我们的英子生日快乐啊！谢。随便吃啊。男美女都是他掏钱出来单独过人卖的，我也来啊，这下八个了。一起。那你就来碰杯，人家要碰杯，快点碰杯啊！碰杯要碰的。把这花拿走。那你们想要什么？我给你们。因为刚才擦嘴巴的纸巾。什么？啊，没点这么多菜，后来另外加了几个菜，要不然放不下。拿下。哎，我看，饮料想要什么？给你们去买。哎，可乐好，来一瓶可乐，来一瓶可乐，一瓶吗？哎，一瓶大的哈。嗯。要冰的哈。冰的哈。嗯。是，哎，随意吃哈。好，但是你说真的是真心的。来，兄弟们，干一下啊！来，今天是我徒弟英子生日哈，祝英子生日快乐啊！永远。谢谢大家捧场，谢谢大家捧场哈！生日快乐，永远年轻。谢谢。你觉得漂亮？漂亮是不错了。你自己掂掂一下，因为他家的礼物多嘛。倒满，应该是组织脱单。来，生日快乐！要不我们喝交杯酒？交杯酒，上结婚的时候喝哈。
哈哈哈哈不能这么真结合的，哎，交配了，交配一下，我们就这样，谢谢你，我们这个，世界最美的风景是与你同行。来来来来，看一下这几个字，啊，真的写了，真的写了。啥字？我不会。啊，老婆又没写了，是吧？他没写。没写。啊，老婆又怎么不写呢？会写吗？怎么会写？你会读吗？我给你写。来了，你擦擦。好了，你擦还是在这里？我先擦。擦哪里？我在这擦两，擦多少写好啊？擦几根好啊？我四十一岁，擦几只？擦五个。五个不？啊，一个四，一个一百，五个不就可以了？还是擦六六大顺啥的？六六大顺。对。就我们一个长虹，好不好？一样两只，六六大顺。一样两只。怎么擦？这样擦，就这样擦吧。随便。紫色的来两个。再来两个。搬到上面去，你先点着了放上去吧，要不然擦不到啊。今天我说的，感谢这边的朋友们，真的太热情了。宝贝，生日快乐！谢谢了。那个大哥店，问你要写什么那个？啦啦响的。对。点你来点，关灯。还没点呼。啊？那灯好不好吧？先点一下，点着。行，点着，我就是点一下。世界最美的风景是与你同行，看见满天星辰都是你，万家灯火还是你。你说漂泊的人最真心，诗意的气息，管他明天会在哪里，我要我们在一起。年十八，生日快乐，有98岁，谢谢。有98岁，差不多了，能说的这么已经算标准了。对，说的不错了，说的不错，说的挺好的。来，这个送给你了。啊，应该送给你了。我属猪的，今天没有礼物啊。我要他弄了个小鸡。你没礼物。我怎么切哦？我切第一刀，你们谁在切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你们拿出来。太难弄了。嗯，本来这一碗是给我自己的，因为今天是你买的，我必须要先给你整上。哎，好了，好了。我生日弄点弄到你脸上，哎，少弄一点。可以了。第一份给了艾拉拉，第二份给师傅。来，师傅，孝敬。谢谢。这徒弟没白带呀。本来我们去的，然后峰哥他们干的要几步，好像干的不少。你的人品，挺好吃的，这个小的给我。那我他们闹事情嘛，我就不跟他们了，就直接回来。然后回老家，对，回老家来了，我就不联系了。兔兔要吃哪一个？喜欢吃什么水果？要吃什么水果？这个。这个。啊，识货啊，知道了还没啊？阿弟，阿弟要吃哪个？我带他们去超市看，买东西挺贵的。哦，那你想着尝尝，那边很贵。你搞个大的，你搞个大草莓。你搞大草莓啊？哦，这么大。阿弟。要翻了，翻车了。来，阿弟。来，都去了。来，阿姐。谢谢。还困不认识。来，阿夏。阿夏有。阿夏有。出那个。我有了。有了。那就阿雄。来，大雄。嗯，来一个。哎，谢谢。一个来，转过来哈。对，一个来。你来呀，你自己不吃吗？吃。你这个皮子好热，来。
谢谢英子。要不别学呢？谢谢我。啊？你要不别学呢？那我们给你找点梦，我还不知道几多。日本。阿香，中国的蛋糕，中国蛋糕好不好吃？娜娜，你买的蛋糕也太好吃了。不用谢了，我喂你。还喂我？那你摸摸的。摸摸的。我真摸。哎，你摸摸的。好吃，没想你。只有你多吃点，你看这里还有十多个，那你都吃完了。挺会的呀，挺会的。嗯、再来一句。娜娜必须要吃三份，为啥呢？娜娜必须要吃半份。大家不是说想要我们两个人来三个人回去吗？必须要吃三份，是不是？继续吃。交杯酒没喝到，问你吃一个。梅核桃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口味的口味就不一样了。相亲相爱的小两口啊。比中间的还甜。比所有人味的都甜。比初恋还甜。是不是你吃过最好吃的蛋糕？是吧？最好吃蛋糕。今天我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，有不一样的国家的小美女。祝我生日快乐，虽然他们说的话我们听不懂，都是祝福我的语言，谢谢，谢谢他们，感谢招待不周。我们就先撤了啊！英子姐生日快乐！已经很好了，英子，感谢你的招待，不谢了，谢谢陆总，感谢陆总。谢谢老王，你自己交费。来，姑娘们，今天太客气了，走了啊，没有，太客气了。感谢好，哎，还有什么说的？我们要下班过去了，好，有时间去那边玩啊。哎，好，明天见，不要管他，明天见。谢谢这些小妹妹，今天陪我过生日，感谢你们哈。感谢。这位小妹妹叫阿夏，这位叫小兔兔，这位叫小妹妹小小美，那个叫阿季，这位叫阿季，来握下手。感谢他们今天陪我过生日，今天太幸运了啊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拜拜。出来又来个拥抱别人是吧？